被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近代文学大师。才华洋溢的巴金以其直率笔锋道尽社会底层的甘苦心声，坐落于上海的故居见证了他后半生的动荡煎熬，成为许多文学爱好者的避访圣地。住宅建筑外观简单低调，是一栋充满现代感的西式花园洋房，后方则有专属温室与花园，环境相当清幽。内部则展示了许多巴金生前的手稿、照片、写作环境等珍贵文物，诉说着他的生活痕迹与故事，让人能更贴近这位大家的内心世界。